我上任之后，香港市民今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法治、人权、诚信，公开地向市民讲大话，隐瞒你的僭建问题，这个是一个无心之失，我亦都从来没有隐瞒过，没有诚信问题，经营劏房是不知情的，廉洁，我不觉得应该是涉及一个操守的问题，就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，今日被廉署拘捕。新闻，梁振英曾经半夜致电报馆查问，这个举动被视为是明目张胆干预新闻自由。胡主席，现在感觉喜欢平板电视，听到吗？言论，即中联办有任务俾佢咧，系要封我咪，亦都要DBC 清盘，同埋集会自由。示威人士被困喺狭窄嘅示威区接近三个钟。我能够攞到600多票，呢、這个咧唔能够话系低票当选。领会股东会通过扩大收购对象，考虑收购工厂大厦改建成为商场。旧年赚150亿嘅港铁，六月开始加价5.4%。资产同埋入息申报倾向宽松，冇洗脑嘅成分嘅。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，架构改组呢个系不存在硬闯。各位九龙西的选民大家好，我是6号黄毓民团队，我们是4号人民力量萧若元团队，我们是7号陈志全袁利明，我是8号黄杨达，这位是我太太陈秀慧。回归了15年，我们看到贫富悬殊加剧，官商勾结，利益输送，守护香港人的生活方式，人民力量在议会里面是最有创意最搏命。我推动5区公投，打拉布2个半月，拉到5司14局。你是不敢答回答这个问题的，是他是你给时间啊，刘伟回应啊，力以赴呢是要改。 If not now when， 今年立法会选举是一个抉择的时刻，如果你认为我们的下一代必须有独立的思维，人民力量比大家多一个真正的选择，议会里面多一个人民力量的议员，香港就多一份希望。